老师啊，咁啊，咁啊，咁啊，小节目啦，咁啊，嗰下礼拜二嗰晚我哋去咗博爱个筹款晚会啊，咁你啊？高永文醫啊，高永文局長同你傾咗幾嘴喎，兩你密針啲咩啊？你兩個冇，我問佢，我支持佢搞嗰個中西醫嘅綜合學會，佢哋搞好耐。我支持佢工作㗎，叫希望繼續努力啦。嗯。目的唔係叫佢排斥邊一個醫術，呢、這個好重要。係互補不足。互補的制度你都要有一個組織給他們團結，但最重要就是很多人就算中醫和西醫去到上下考一排他都固步自封，第一他要固步自封，工作忙工作量，第二還有一個很大的障礙，你想找名師你找不到，那就是了，是不是？譬如說你的衣食去到這裡了，你又想學嘢，去邊度學咧？係啊。咁而家佢哋都有好多世界性嘅學府，就每個月有啲醫學期刊啊，有咩新嘅發明啊，有咩新嘅發現啊，咩成啊？但嗰啲論文啊，好多都係好表面。嗱，最簡單，我喺有日朝頭早聽有一個電台講嗰啲醫術，佢講嗰啲中風的後遺症啊，同埋講嗰啲腦嘅血潛失啊，同埋講嗰個靜脈嘅潛失啊，佢可以講到好多理論，因為佢而家去到嗰個微觀世界咧，啲儀器咧，你驗到照到，照到邊條血管有事，邊條血管事，但你冇方法醫啊嘛。但我想要的是解決方法喎。係啊，所以佢喺個電台講咧，咁佢亦都有啲常識，大家預防啊各方面有幫助。但佢冇辦法好有信心咧，話俾你聽，我解決問題。嗯。譬如話植物曲張，即係唔係大膽講句啦？你中西醫都唔識醫啊？咩？我哋教人哋係唔使食藥醫到㗎嘛？唔使食藥都醫到，西醫啊通常係俾啲膏啊同埋整啲壓力物嚟嘅喎。唔係，佢用嗰啲壓力物，千祈唔好著添。嗯，點解咧？壓力千祈唔好著，佢哋嗰啲下萬灼頭嘢有反效果。你人體係自然噶嘛，你無端端多樣嘢加落去，咁你咪錯咗咯。有一個姓李嗰個會計師仔，佢媽媽咪植物曲張咯，我教佢方法好咗。他們固步自封的，第一固步自封，第二你他想再又不得虛心，過有成見，你再想說進步去學東西，你不知道去哪裡學到嘛。但我又好到現在都不是很明白，香港沒有那個印度的印度那些非法醫生來開診療所，英國有，英國反而有，英國有，英國係英國好流行，唔係你香港好多人排斥人。好啦，有啲打個自然療法醫生嘅問題，但個自然療法醫生佢有啲咧就掛羊頭嘅啫嘛。又唔可以咁講，你香港揾食啊，租金貴啦。佢哋賣好多附帶嘅推銷好多健康食物產品，呢個我哋覺得又係反感。正式的自然療法醫生，你真的不用吃藥，不用吃剩，你只是調節飲食，找些靚水，開翻曬功能，或者你配啲好的草藥。草藥是一個時間治療嘅啫，即係用藥物。但你一過完咗咧，你又要擺低啲藥噶啦嘛。係啊。咁佢成日叫你，佢聖誕推銷買賣健康產品，嗰啲係咪垃圾嚟嘅？嗰啲咪唔得功到咯？咦，你媽媽我教佢練嗰啲功都好啊！你可以啊，我開始有即係點講咧？行嗰邊咧呢幾日冬天咧就差啲啦，啲血氣運行，但係咧就少咗抽筋嗰個症狀咯。係啊，如果佢唔處理好大件事嘅。嗯，因為佢到柏金遜嗰邊佢凍上緊，佢哋夜晚就好興抽筋嘅，或者係自己跳啊。是啊，你而家你要控制到同埋一路好轉咧，呢個好難得噶，呢啲係難醫啊！佢成七啊幾歲啦嘛？有啊，八十噶啦。八十咯，係咯。
所以去幫補佢啊嗱，佢你用我嘅方法，個刮痧板好用噶。嗯。刮痧板開咗穴位掃下佢。係咪除咗掃之外，係咪要喺壓下佢添啊？有結嗰啲咧就壓住去幾三秒到鬆翻佢，壓佢幾下又鬆翻佢。佢 call 翻醒嗰個神經啲營養咧，導翻佢慢慢佢會靠啲血液咧嚟軟化翻嗰啲結啊嘛，跟住你再掃佢咪散咯。所以佢有啲嗰個方法係好好針對性嘅。嗯，我哋正常咧就用一個三角木嘅。如果有啲大嘅結啦，你喺度門度都做到噶。譬如嗰啲啲人，我係教佢喺個門度，你個一隻手撐住一啲門柱，一隻手成個背脊，你覺得邊度唔舒服，壓住一陣，又鬆翻出嚟，壓咗幾次，跟住練下個撞牆。譬如你就啱個位置，只腳壓埋嗰啲門框度得㗎。門框啊，你壓落去。幾廿秒鬆翻嚟，再壓三次。佢即係話咧，佢 call 翻醒嗰度嗰個神經系統咧，啲氣血咧就會行過去嘅，行過咧嗰啲鈣化嗰啲地方，咪軟化翻咧。嗯，好好好用㗎。